曾经拥有，曾经拥有，遇见最是的感受。视线统一看向中间下方的摄影机。那台日的友好关系可以透过这一个片哈，把它连接起来。那明天要开播哈，今天是首播的记者会，一定要先睹为快。然后看完之后呢，好能够坐了高铁去旅游。I want to create a system that's unique to Taiwan. 世界中から鉄道のプロが集まってる。就是一国恋不行，但是有一见钟情，就是一见钟情就很傻。以前我觉得天蝎座就这样，就是看到喜欢的，好像，而且我的那一次的一见钟情是根本没有见过面，就只有讲电话而已，然后就爱上。怎么？所以你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？你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？你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所以为什么会电话聊到天？我就喜欢他的声音。哦，所以是声音。然后啊，电爱。有这个词吗？六十年之内，他一直很懊悔，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，一直想回来台湾跟我说一声道歉。但是回来以后，我发现他是癌症末期。哇，每次杨力大哥都把剧情讲完了，人家还会看，还没看呢、啊，癌症都讲了。哎呀，他刚刚其实想要唱，然后被我抢走了。那我们最后有点不好意思，那我们最后再合唱来收尾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来。如果能够让我陪在你左右，曾经拥有，让我拥有一点真实的感受。